有一段时间，娑婆世界无上导师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位无上士正遍知，名行足，善事世间景，调御丈夫，天人师，应垢。世尊在摩切陀国无垢园中宝光明池，与很多大菩萨、大阿罗汉、天上各方仙人、各路龙王、药叉、坚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切、人、非人等聚在一起，那些数不清的佛弟子们都前后左右围绕在佛的周围，恭听佛的讲经说法。当时在大众中有一位在家的佛弟子，名叫无垢妙光。这位大居士由于常常恭听世尊的讲经说法，很有智慧，为当事人所敬仰。无垢妙光大居士严格按照世尊所教导的，不伤害一切众生，不偷盗他人财物，不乱搞男女关系，从不说假话欺骗别人，不饮酒，从不说他人的长短优劣，从不污言秽语辱骂众生，从不说那些华而不实的话语讨别人的欢心，对万事万物从不起贪念，对世间中的一切都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没有任何邪知邪见，对佛法僧三宝深信不疑，恭敬敬仰，慈悲之心甚是浓厚。无垢妙光大居士有感世间中的很多众生贫穷困苦，饱受世间苦难，便努力寻求一条能够让所有众生都能够丰衣足食，无忧无虑，金银珠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每一位众生都能够无善不行，小恶不为，建立人间净土的解决之道。当时无垢妙光大居士来到世尊的住所，围着世尊绕行七圈，向佛献上等鲜花，把价值连城的用珍珠玛瑙璎珞制成的无价宝衣恭恭敬敬披在佛的身上，用当时最尊贵的顶足礼礼拜世尊后说道：世尊，祈请您和您的弟子们明日到我家中接受我真诚的供养。世尊微笑着默然不语，接受了无垢妙光的祈请。无垢妙光大居士知道世尊接受了他的邀请，喜不自胜，连忙辞别世尊回到家中，安排全府上下准备美味佳肴，打扫殿堂，张灯结彩，准备迎接世尊一行。到了第二天清晨，无垢妙光大居士和家人手持鲜花，带领乐队来到世尊住所。礼拜已毕，礼请世尊：世尊，时候已到，请您光临。
你们也应当到这位大居士家中接受供养。为什么呢？是为了让他能够获得大利益的缘故。世尊刚起得身来，从佛的身上发出了种种光明，五颜六色交相汇集，摄向十方，所有众生都知道世尊将要出行。那无垢妙光大居士和他的家人与天龙八部、33天天主释提恒音、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东南西北四大护世天王一起，在前面整治道路，奉迎世尊。队伍前行不远，经过到一座破败的庄园，名叫风采园。在园子内院有一座破烂不堪的古塔，这古塔已被杂草灌木团团包围，残砖烂瓦已经封住了所有的门户，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土堆。世尊径自走到古塔面前，那古塔突然大放光明，从那古塔中传出浑厚雄壮悦耳的声音：善哉善哉，释迦牟尼，您今日所行是至高无上的极善境界。大居士啊，你今日获得了无量无边的善力。世尊在古塔面前礼拜完毕，围着古塔又绕三圈，脱下身上袈裟盖在那古塔之上，两行清泪脱眶而出，之后又破涕为笑。当时十方无量无边世界的诸佛相继出现在空中，都注视着那古塔，也都流着泪，各自放出大光明来照耀加持着古塔。当时在场的佛弟子们都被这前所未有的场面惊呆了，面面相视，都茫茫然不知所以然。金刚手菩萨也流着眼泪来到世尊的面前，请教道：世尊，是什么因缘出现如此炙热强烈的光？为什么世尊以及十方诸佛都在流泪？那十方诸佛为什么会放光来照耀加持着古塔？期望如来能够为我们开示。佛告诉金刚手菩萨，这塔是大权身舍利积聚如来宝塔，一切如来所有秘密法要全部都在这塔中。金刚手啊，由于一切如来所有秘密法要全部都在塔中，这塔就是这宇宙中一切世界的所有如来之身，也就是所有如来的全身舍利的集合。这世间所有离苦得乐的84000法门也都在塔中，一切如来的顶相也都在那宝塔之中啊。因为这个原因，这塔所在之处有大神宴殊胜威德，能满足世间所有极庆的愿望。当时在场的佛弟子们听闻佛说之后，远尘离垢，断诸烦恼，得法眼净，根据相应根器分别证得了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
菩萨道，阿秉拔智，萨婆若智，于如是世各得其一。有的人还分别证得初地、二地乃至十地菩萨果位，还有的人在布施、忍辱、持戒、精进、禅定、智慧这六度波罗蜜中得到了满足。那无垢妙光大居士也远尘离垢，得到了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如意通。金刚手菩萨见到这如此奇特稀有之事，很是不解：世尊，真是奇妙无比啊！听到这件事的人都获得了不可思议的如此殊胜功德，更何况那些听到这部经能够深信不疑的人，不知道他们又能够得到多少功德。佛说道：金刚手啊，你要认真听我宣说，仔细思量，切莫忘怀。在后世之中，如有信男信女以及我的在家出家的弟子们发心书写这部经典，即等于书写宇宙中无量无边所有世界中一切如来所说的全部经典，也等于在所有如来面前久久培植各种善根，也被一切如来加持护念，就像爱护我们的眼睛一样，也好比那慈母爱护自己的小儿子一样。如果有人读诵这部经典，就等于读诵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所讲述开示的所有经典。也因为这个原因，十方世界所有的佛不分昼夜前往加持这位念经人。那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前面的还未离去，后面的就已经到来，根本就没有一丝空隙。如果有人以香、花、香水、花幔、衣物等金银珠宝来供养这部经典，就等于在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计算的佛面前用须弥山那么多的供养品来供养，所种植的善根都是一样多啊。当时在场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完世尊的开示，都惊奇不已，纷纷感叹道：真是闻所未闻啊，这土堆真是如来神力所加持的缘故，才会有如此的不可思议啊。金刚手菩萨又请教世尊：世尊，是什么原因让这七宝塔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土堆呢？因为众生业力和果报的原因，才会使宝塔的七宝隐蔽不显，所以你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土堆，如来的应化身都不可能毁坏，哪有金刚藏身被毁坏的道理？我灭度以后的末法时代，很多众生因为无恶不作、小善不为而堕入地狱，不能够皈依信仰佛法僧三宝，不培植各种善根，因为这些因缘，很多佛法都将慢慢隐退，只有这宝塔能够坚固不灭，一切如来的神通力所加持，那些没有智慧的众生愚昧无知，
这么好的珍宝都不知道采用，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十方一切诸佛才会如此流泪。还有啊，金刚手，如果有众生书写这部经典放置到塔中，那么这个塔就是一切如来金刚藏宝塔，也就是一切如来陀罗尼心秘密加持宝塔，也是十方三世一切如来宝塔，也是一切如来佛顶佛眼宝塔。该塔即为一切如来神力所护持，如果在佛像和塔中安置这部经，这佛像就是用金银珠宝玛瑙等宝物所构成，这塔中的所有部位和构件等，只要是根据自身实力尽力构造的，不管是土还是木头、石头或者砖瓦，由于这部经的威力所加持，都变成金银珠宝玛瑙等七宝，一切如来对这部经都不间断地加护其威力，也同时加持这宝塔。如果有众生能够在这宝塔前供养礼拜，哪怕是一炷香、一朵鲜花、八十一劫生死重罪都一时消灭干净，再生免除一切灾殃，死后都往生到佛家，就算有人应当堕入阿鼻地狱，如果能够在这宝塔面前做一个礼拜，或者以宝塔为中心又绕一圈，地狱之门就此关闭，菩提大道彻底打开。这宝塔和形象所在的地方，为十方一切如来神力所护持，这地方不会被暴风、雷电、霹雳、毒蛇、顽蝮、毒虫、毒兽、狮子、黄象、老虎、狼、野干、风颤之所伤害，也没有药叉、罗刹、布多纳、毗舍遮、痴、魅、王、两、癫痫等妖魔鬼怪前来恐吓，也不会为一切寒热诸病、痢、漏、痈、疽、疮、疣、疥癞所传染。如果有人见到这塔，哪怕是一小会儿，都能够除去一切灾难。所在地方没有人马、六畜、童子、童女带来的传染的忧患，不会死于非命，不会被刀、杖、水、火所伤，不为盗贼怨仇所侵扰，也没有饥馑贫乏的忧愁，眼魅咒诅根本就不可能得逞。四大天王以及他们的手下时时刻刻都在保护不被伤害，二十八宿和那些药叉大将、日、月、五星、床云、彗星昼夜护持，一切龙王加其精气，瞬时降雨，风调雨顺。所有的天人每天早晨、中午和黄昏都会来到宝塔处赞咏、旋绕、礼谢和瞻仰。释提恒因和那些天女昼夜三时来下供养，这地方即为一切如来护念加持。为什么呢？因为这宝塔内面装了这部经的缘故。如果有人
用土、石、木、金、银、铜、铅等多种材料造塔，书写此神咒，安置在塔中。刚安置完毕，这塔就即为七宝所造成。这塔的所有部件都即时变成金银珠宝玛瑙等，这塔的四方都是如来的影像。也因为这部经的缘故，一切如来坚助护持，日日夜夜川流不息。这七宝塔也因为神咒的威力，倏然升高至阿迦尼扎天宫之中。他所经过的一切诸天，所有的天人都会去供养瞻仰宝塔。金刚手菩萨问道：世尊，是什么原因是这个法门具有如此殊胜功德？你应当知道，这都是宝切印陀罗尼威神力的缘故。唯愿如来哀悯我们，把这段陀罗尼传授给我们。好啊，你要仔细聆听，不要忘记。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分身光仪和全身舍利都在宝切印陀罗尼中。一切如来所有的法身、报身和应化身也都在宝切印陀罗尼当中。佛即送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那么是大利耶地位将来萨婆丹那里供那不爱婆佛那佛那佛那里这是在诸公诸公道罗萨婆丹那里多道路道里多那么不服地这些佛里摩祖里说摩罗丹那里多丹玛扎心罗波罗摩里池那佛日多摩里曼那林家那东里地萨婆丹那里多吉斯地玛多耶玛多耶玛地玛地玛扎玛扎萨摩多尼萨摩多耶咋啦咋啦咋啦都沙佛佛南南里沙佛不过我那里呼噜呼噜沙佛虚南美丽的沙佛丹南里多各里那也不是那里沙摩罗沙摩罗沙佛丹南里多一些东南里摩里里摩里苏摩里沙佛丹南里多这是多他说那边沙佛喝沙摩耶这是就是沙佛喝沙佛丹南里多各里那也都东南里沙佛喝苏佛拉地基多里多比丹南里多这是地呼噜呼噜呼噜沙佛喝阿姆萨佛丹那列多乌斯尼萨通通姆兰尼萨富丹那列丹萨的多不是多这句呼呼苏哈。佛送完神咒后，土堆中传出一切如来的赞叹声：善哉善哉，释迦世尊出现在这苦难深重的娑婆世界，为了那些无依无靠的众生演说如此深法，这个法门将久住世间，为未来的众生带来无量无边的利益，为他们带来安稳快乐。当时佛又告诉金刚手菩萨：你要认真听我宣讲，这个法门神力无穷，利益无量无边，好比那床上的如意宝珠，那珍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样。这宝切印陀罗尼能够满足世间人一切善良美好的愿望。我现在为你略说万分之一，你要好好听讲记忆，以便将来利益一切众生。如果有恶人死后堕入地狱，苦难深重，想要免除和脱离，可能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如果他的子孙先说出他的名字，读诵神咒才止七遍，阳铜热铁忽然变为八功德池，
莲花托住他的双脚，宝盖遮住他的头顶，地狱之门就此被打破，菩提之道展现面前。这脚下的莲花飞一般的把他送到极乐世界，所有的智慧自然而然全面展现，就在这一生中就可以成佛。有些众生因为业力的缘故，百病缠身，苦痛逼心，读诵此神咒21遍，百病万恼一时消灭，寿命延长，福德无尽。有的人由于前生吝惜不肯布施的缘故，此生投生到贫穷人家中，吃不饱，穿不暖，贫穷潦倒，被世人看不起而被轻视。如果这人生起惭愧之心，独自一人到山中采集没有主人的格花，把那腐朽烂木打磨成粉，持以耗香，去到塔前礼拜供养，又绕宝塔7圈，流泪悔过。由于神咒的威神力和塔的威德，这人的贫穷报应就此消灭，大富大贵就此现前，金银珠宝、玛瑙水晶随时供应，再也没有缺衣少食的忧患了。在这个时候，这人就应当本着诸佛菩萨的智慧慈悲，大力弘扬佛法，赈济穷人。如果稍有吝惜，这财宝就忽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有人为了培植更多的善根，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尽力用泥土或者砖瓦造塔，哪怕只有安罗果那么大，四根指头那么高，只要书写神咒安置在塔中，用香花来礼拜供养所造的塔，因为那神咒的力量和自己的信心的缘故，那小塔中就会飘出大香雨，那香气无光遍满十方法界，熏覆晃耀，广作佛事，所得到的功德不可思议。总而言之，没有什么愿望不能够得到满足的。在以后的时期，我的出家弟子和在家弟子以及善男善女，为了成佛尽力造塔安置神咒，所得功德说不可尽。假若有人求福来到塔前，一束鲜花，一支香火，礼拜供养，以塔为中心右绕，因为这个功德，官位荣耀不求自来，寿命富饶不起自增，怨家盗贼不讨自败，怨念咒诅不厌归本，毅力邪气不拔自毙，善夫良妇不求自得，贤男美女不倒自生，一切所愿任意满足。假若有那些乌鹊笛箫纠歌，修流狗狼、野干文蒙蚁楼等等动物经过塔的影子，或者踏入场中的草木，都即时摧破惑障，觉悟无明，
生到佛家，从此逍逍遥遥，快快乐乐。更何况有众人，哪怕是见到塔的形象，或者听到塔上的风铃传出的声音，或者听到这部经的名字，或者从这塔下经过塔的影子，所有罪障全部消灭，心想事成，吉祥如意，现世安稳快乐，死后往生到极乐世界。或者有人看见塔身毁坏，而根据自己的实力尽力修补，哪怕是一团泥、一块拳头那么大的石头来修整塔身，因为这个功德增福延寿，命中之后成一方世界的转轮圣王。假若弟子们在我灭度之后想要整济畜生、地狱、恶鬼三道苦难，在塔前供养鲜花香火，真诚发愿，诵念神咒，文文句句放大光明，照处三恶道的众生，那些受苦众生就此脱离苦海，佛性彰显，都根据自己的心愿往生到十方净土。假若有人爬到高山顶上至心诵咒，视线所到的所有山谷林野、江湖河海，其中所有毛羽鳞甲、一切众生，碎破惑障，觉悟无明，显现本有三种佛性，都将安处大涅槃中。修持此神咒的修行人所经过的所有道路，或者有人与此人擦肩而过，或触摸与感受到此人衣服的衣风，或有人踩着他的脚印，或者见过他的面，或者与他有短暂的交谈，那么这些人的重大罪孽都消灭殆尽，在修行路上都能够圆满。当时世尊嘱托金刚手菩萨说道：我今日将这秘密神咒经典托付给你们，要求你们尊重护持，留步世间，不要让这个法门传授断绝。金刚手菩萨说道：我今幸蒙世尊咐嘱，我们为报世尊深重恩德，昼夜护持，留步宣扬一切世间，若有众生书写受持意念不断，我将督促释提恒音、大梵天王、四大天王、龙神八部昼夜守护，哪怕是一小会儿也不会让他们离开。佛称赞说道：很好，金刚手，你为了未来世一切众生的大利益护持此法，不让这个法门断绝。世尊说完宝切印陀罗尼后，然后往毗婆罗门家受诸供养，令当时人天获大福利，而后又回到了当时的住所。当时大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坚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切、人、非人等
皆大欢喜，信受奉行。Yeah.